所以伟忠哥，你会瞧不起一直在原地踏步的人吗？没有啦，因为你刚刚就说我们那个 B Two 出来自己做节目，然后做一个跟那个康熙来了一样的节目，那你不是也在暗讽我做就是原地踏步吗？这不是暗讽，这上节目已经在明讽了。这天是开骂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要以为你有老人证，我就不敢跟你比这一只了。我跟你讲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